五叶草，五叶五，然后一次就是痛快。哎呀，可以了，好吧，极致的下去享受。高强度比赛是看我状态很好是吧？败者组嘛，没办法。败者组没得休息，烦死了。哎，果然还是沙飞老师打不了。把大伙儿都整乐了。哎呀，下头，哎呦，连不上啊！大伙的乐子，下头碰上连不上，太轻连不上。这么重，我吧。那现在来说一下 MMU 怎么看吧。沙飞老师怎么样？不好说，我只说我的经验啊，我经验我拿沙菲罗斯日佛打玛利亚，我们又是没输过，你到底输了没？都没了，多少分了你都 ？VIP，VIP， 赢，目前来看的话，好像混子还是比较弱。尤其是现在一百波的话，其实是斩杀线。哎呀，就砍不到啊，太矮了。哎呦，哇，霸体可以。对，因为有霸体。哎，这个别反，这个真的别反。他炸的话呢，你反不了那个爆炸，爆炸是反不了。必须是必须是球头才能反。对，球才能反，爆炸反，不知道为什么。很有炸的，炸的不能反，炸的就是能吸收。有一些爆炸是可以反，有一些爆炸可能是跟角度有关，可能会跟角度有关。爆炸你反不了，爆炸你对的是爆炸才能反射，我就把爆炸开了。可以的，有些是可以的，但有些不行，反正不要他那个防身的。就比如说那个勇者的卡布，就是那爆炸那个，那爆炸出来的那一下是可以反的。女神的那个爆裂也是爆出来也是可以反的。但他这个就我不太懂。可能是跟那个爆炸的那个打点有关的，因为它爆的话呢是这样子爆，是转一圈爆的，它不会在一个。操作这样子一下子都可能是跟这个。刮痧就很刮，而且神他妈送你一剑，哎，连不上。哎，这个风下很痛。哎。88的沙飞龙。一回没赢过。哦，好痛。来了。这边。有这个转身控前是几个意思？看错了。自己伪装。自己都是漂亮，自己都是好的炸到了。燕他的虽然他的 BS 很强，但是他的空招其实击杀能力，反正他的击飞力度特别诡异。燕呢？我觉得燕的空招还可以，还可以的。但是燕的那些空招的话是，就不是横向击飞了，是垂直击飞。主要是空下是雨直，把空后是往上的，空前我不知道。都是他的所有的空招都能打，所有的话选村庄街道是比较好。要啊！知道我刚才为什么要穿一件高？对啊，高嘛，垂直高嘛，就可以防。就不能选优西施的。对，不要选不要选药师故事，不要选莱纳德。这个就是冥王的选图策略了。这个大家想看的话呢，可以去老铁那里，老铁那里找到冥王出品。Oh, 哦，是。哎，没用，没用啊！这个爆一下，你还不如直接跳过去打他盾。爆！漂亮，这个闪到。哇！还我感觉我们那个混子打了几把友谊赛，我觉得他那个空上是很高的。当然，我跟大家说一下，打沙飞罗斯有什么对策呢？第一，漂亮，他跳起来不要跟他一起混子。沙飞罗斯跳起来不要跟着他一起跳，为什么？因为他肯定能戳到你，对，你打不到他。但是他出招会慢啊，就是如果是近距离起跳的话，我也抢不过。是不我的光想竞争，你就我不能抢不过，就被他更。我的光是想竞争，就有更控制不了身。对啊，因为光的范围小，我想晋升就有被他各种轰炸了。尤其是打回来，你知不知道为什么我说我日服遇到的玛利亚我会虚脱？因为日服玛利亚基本上都是跳火球，他一跳火球我跟着跳，我戳他一下，他拿我没办法。就连着火球带人一起戳。对啊，我就戳啊，又怎么了？他拿我没任何办法。你是不是打马里奥的有？他跳我就跟着跳，他一跳起来我就跟着跳。打马里奥有一个策略就是。要连火球跟人一起打，利用自己的半命空招。而且这把剑还这么长，这把剑叫什么来着？叫
叫什么村？村镇。一般刀，日本那些刀都叫村镇。村镇。腰刀哦，叫正宗了。正宗，叫草剑吗？对对对，混子回来了，你看混子多帅气。所以啊，打萨菲罗斯千万不要跳，不要跟他跳，或者他跳起来你不要跟着跳，你跳起来了你要防着他跳。最好是，如果你真的只能跳入的话呢，你就看着他的动作，他跳你就不要再做动作了，因为你肯定抢不过。哎，反了，我操！哎，通号可以。尤其是像马里奥这种手短的，你根本不可能抢。上中可以这么远了，我操！哦，真的。再错一下没？哎，漂亮！这个头锤好快。好，哦，没事，他这个就是 DI 失败了。哎，看到没有？看到没有？我说的没错，我的这个对策分析，哎，你完了。哎，不对啊，这个其实抓这个下水 match 有没有？下水 match 有没有？直接戳嘣一下他就死了。对，风下比较危险，风下要搓板边嘛，并不是飞出去。因为哦，电梯死不了，差一点。虽然沙菲罗斯七，但还不至于漂亮，不至于。哇天，这个红地方居然没有机会。其实我不太推荐板边用风下来，因为太危险，除非是真的很熟练。因为你这个动量真的拉歪了一下子，你就直接白了。就一直加入了。对啊，你要出现，然后变成一套来一套带。下面我轮这个布，一来手边赶紧打闪，这样打不到的话，自己有风险手。对对，这个要看角色，如果还有看对面的一个可以位置，如果是那种刚才那一下混子是不是没有用反哨逼的？只要我用反哨逼的话，只要对面是要抓边的话，这样反哨逼就马里奥死了。除了蛇那种可以直接不用旁边直接回来的，然后都是。现在又是两个的优势期了。那我觉得其实萨菲罗斯利用自己的长剑去 spacer， 然后其实马里奥会很难受的。对，是。我就完全没有出盾的一个机会。哎，可以。好，下哎，有追不上，都追不上，下头碰撞，碰撞，碰撞。下头碰撞，碰撞，叮叮叮叮，叮叮叮叮。七十八，哎，再来一套电梯就必死了。不是，我们在说印尼宽带。印尼宽哦，我没看过那什么印尼宽带。印尼宽带啊，什么你上皮下手。快演技耶！很火，什么钉？任何钉都可以接的。对，任何钉都可以接印尼宽带这个广告。他们还在油管内发，如果你不是真的想装宽带，就不要打电话。好，那现在双方战争一比零，大家老公在射步道了，知道跳起来打不过，那我就跟你地面战。这是正确的，因为萨菲罗斯地面战是真的弱。确实，尤其是马里奥这种又跑得又快又是水桶的角色，跑不过。你横踢后撤横踢跑不过马里奥的时候，看看怎么选毒。你哪方玩了？还选择了一个 PS2， 这个图那怕不是要被电击哦。还行，哎，这个副驾，哟，抓下头又是一套，哎，舒服，哇操，还挺厉害。哇，这个空下是真的快，这空下尼玛这个后摇多少帧来着？太快了，这空空，我一直觉得这空下真的是最完美的技能嘛，你知道？这感觉打完盾都没硬直，好轻松的。对，打完之后还可以直接空空啊之类的。对啊，你以为可以出盾呢？他真他妈惩罚不了，我日狗了。
嘿，嘿，哎呦，甜甜，so sweet， 还不行，这个不能啊！哎呀，这真的不能啊！我来说一讲解啊，讲解一下为什么这个萨菲罗斯的三段丢了，这他妈陨石都没有，不是不能反，是不要去反，这个陨石都没有。因为如果你是飞行轨迹短，首先第一个就是对他飞行轨迹短。如果你是贴脸反的话，那还有用，还有用。如果你是站在边缘，距离不是说反的，炸，因为一分钟它就挂了。这个反弹呢，它是不是说你的那个东西飞一反弹，它那个动量还是会回到原来的那个东西。连到身边说我要盖东西，它还是那个动量，还是那个动量，它消失了那个动量，它就慢慢的爆炸。对，像那种萨菲罗斯的普利啊，还有像萨尔达的那个守卫，如果你站在比较远的距离，我劝你还是不要，对吧？不要去反弹，因为反弹没用，他也就停在你面前，不会再弹出去，因为他的动量没了。对。啊，抓后头一发，哎，这个两个不会抵押呀。哇，接的好好啊。哎，现在的话呢，还是这个是比较低的一个把分比，对，低的一个把分比是 DDI， 我 DDI 不了，可以啊，可以 DDI 的，往外，只要往后的话，还是肯定没事的，都能 DDI 走，不要往后，往外拖，往外，除了 DK 必吃以外，第一进啊，还有一个就是库邦也是必吃，哎呀，啊，老哥，如果呢？打，你打我吧。上猪来啊！上猪来啊！上猪来啊！